继续来关注大甲妈9天8夜的绕境行程，11号要从彰化溪州前往云林，而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也再度参与绕境，而且他是说这一回是来还愿的，要跟着妈祖走3天，必谈政治议题。另外，苗栗白沙屯妈祖也即将展开8天7夜的进香活动，总统蔡英文特别来到庙里参香接匾，两大妈祖会不会在途中巧遇，也引发关注。身穿白色 T 恤，一身休闲装扮，他是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。11号现身彰化溪州后天宫，他在这里迎接大甲妈绕境队伍，要徒步展开3天2夜的还愿之旅。今天是因为还愿啊，这个祝你啊，前年为妈做行。当作我就是完工，一定要继续为妈做行。朱立伦说，希望用行动来祈求妈祖保佑台湾平安健康，尤其现在台湾受到疫情、意外和缺水等问题困扰。被问到他是否有意愿参选国民党主席，政治话题他避重就轻。来跟大甲妈祖銮轿的政治人物还有他，台北市长柯文哲。走前程要9天，我没有时间嘛，所以大概只能说假日，你知道哦，这个叫蜻蜓点水仗。柯文哲上午到云林与县长张立善进行市政交流，下午在西螺大桥迎接大甲妈祖銮轿。今年无法跟全程，只能利用假日跟随妈祖脚步。另外，苗栗白沙屯妈祖11号将展开8天7夜的进香活动，总统蔡英文下午也亲自前往庙里参香接匾。今年随乡人数更是创新高，有78000多人。白沙屯妈祖进香、大甲妈祖绕境都是宗教盛事，总是吸引大批信众跟随，就连政治人物也不例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